看前面。是台安省台山同乡联合总会的6周年庆祝会的记者招待会。然后呢，届时那个晚宴会在12月10号的星期六晚上6点，然后在翠华厅这里，举办。然后今天我们邀请到台山同乡联合总会的会长朱伟邦先生，副会长黄一飞先生，副会长朱伟优小姐，然后监事长黄和东先生，还有理事长何志光先生来出席这个记者招待会。然后首先我们先请。大家早上好，郭会长，Joseph、Thomas， 几位媒体的朋友，大家早上好。今天非常荣幸和非常高兴的，在翠豪庭举办我们台山同乡联合总会6周年大会和颁奖晚会的新闻发布会。那么呢，我们这个台山同乡联合总会是在2010年成立的，到今年已经有6周年了。这个6周年以来啊，我们在我们的会长、副会长、所有的理事和所有的会员的努力下，我们一直的秉着一颗团结和爱心，在多伦多创立了一个非牟利的机构，一直来为我们的乡亲、为我们本地的商家、个人和中国的商家和个人搭建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沟通的桥梁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个安省多伦多台山同乡联会的6周年的晚宴，我们会在2012年的12月10号，就是星期六，就是下个星期六的晚上，在这里举行。